没有，它会变成两个很突兀的东西。大家好，我是胡服騎射，这期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常扫街的小巷子。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交通很方便，从台南火车站前站出来左转，大概只要走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了。今天呢，会请柔一一同来拍摄。那头一次录这样的节目，我自己特地买了个收音的麦克风，结果回家开档案才发现忘了打开啊。录了个寂寞属于是啊。所以这一期的节目呢，一样搭配 BGM 来进行。我会在特定几个点停下来做简单快速的拍摄。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也可以找时间来走走。